奶奶你好，我刚才拍了一张照片送给你。哟，这才是家。你能认出来不？认出来。认出来了，谁呀？我。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85。那你每天几点出来？12点或者1点。你几点睡觉？我天天睡觉没人的我都睡觉。你扇子一个卖多少钱？一个卖10个都5块。那你一天能卖几个呀？就是能卖10来个，就是能卖7、8个。奶奶，你多长时间没照过相了？可能都好几年了，忘了。那孩子平时不给你照相？我一天一照，不要谁管我，谁管拦我照，叫我在外面好好生活。那你好好活啊！对，你肯定能活100岁以上。别说100岁，小伙子95都行了。